在当代瑞士复杂腕表的领域中，宝格丽凭借其精细设计、精湛工艺与意式美学精神，持续缔造品牌工艺极限，已经成为顶级制表工艺的卓越代表。今年宝格丽抢先空运于巴塞尔表展所展出的顶级复杂功能腕表来台，献上最新震撼惊艳巨作——超薄镂空陀飞轮腕表，大字名镂空陀飞轮腕表、孔雀镂空陀飞轮腕表等共38款，鉴赏酒会当天，众多艺人品牌之友也共襄盛举。今天的穿搭其实还是依旧，就是以我自己很最喜欢的一些比较中性的打扮，但是带一个女人味。然后我喜欢的地方是它这边有一点稍微小开叉一下下，有这么美的手表戴在自己的手上，感觉自己仿佛就像一个意大利的女人一样。所以今天的心情有一点点想要揣摩当意大利的女人。其实，在跟Bulgari 的 Auto 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合作，自从他最早开始的时候，因为跟我个人的八角哲学很有渊源，所以当我看到八角形，我就会忍不住买第一只表，后来才慢慢的去了解它里面的设计，然后文化。今天参加宝格丽的这活动，我今天特别呢呼应我今天的手表，因为它是有点点运动的风格，再加上了比较年轻帅气的感觉，而且我驾驭了大家最害怕的黄色。但事实上黄色在今年非常的流行，所以当你在选择像这样高彩度的单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服装的颜色往黑白灰来做调整。所以我搭配了黑色的西装，以及呢有一点点也是运动风格的T 恤，但最重要，我今天搭配了一双复古的舞鞋，来呼应呢宝格丽这个非常具有年代历史以及非常带有经典价值的这个腕表的品牌风格。宝格丽 Acto Finissimo 超薄镂空陀飞轮，搭载253枚零件组成的超薄镂空陀飞轮机芯，镂空处理让藏家在无论表款正反面都能一窥超薄机芯的细腻工艺。鲜明八角表壳，大气呈现现代的超薄机械美感。